晴朗科技的植保机。你说这几公升啊？16公升的。我看到这一台就想到小叮当了。哇，这个玉米田有点惨烈呢。直接手放了吗？对，放在框里面。现在背着植保其实都跟开遥控车差不多简单的，因为它平衡，它 GPS 它帮你控平衡，然后它的那个营养液随我们开关都可以控制。那它那个喷头可以换吗？喷头可以，喷头有。有没有看到我们在特技表演，看香蕉香蕉叶啊？等下示范砍香蕉给大家看呢、啊。不是有开避障吗？要撞到才避障，那还来得及哦。晴朗科技的产品啊，这简单到就像开遥控车这么简单的。哦，它效率真的不错，飞的效率真的不错。对啊，操作真的还算蛮容易。就随我们作物需要地方要喷再喷就好了，不要不像那种都要一次要全部喷，危险性也比较低。喷农药那个时候自己不能知道，你这是营养液吧？对，要去。传统农民的喷农药不小心吃到。对啊。就飞一飞，不然吃到。哎，那它的喷头的那个压力大小、雾化状可以调整吗？都可以选啊。对，它都可以选。哦，可以调几目就对了啦。对对对对，可以喷百分之多少？哦。那一个公定标准，我们大家都是喷70%。70%效率值大概到70%、就是效果就很好。好，有一个建议值这样。然后有4种喷头可以选，大小的孔目跟那个雾状效果都不一样。还有分什么锥形的，然后什么扇形的，然后有喷果树用的，那种圆锥形的，那个喷头效果出来的不太一样。那它的容量会提醒你用完了吗？都会，会啊、哦。药量没了也会用完，然后电快没了也会通知。啊，都会通知就对了。然后它有记录功能，有记录位置的功能，像现在是没了。哦，没了，没了什么？电没了。那个药没了。营养液没了啦。营养液没了。嗯、哦，好方便哦。啊，所以要回来了。对。这样子就。这有一分地吗？这样子一分差不多。哇，结束了，一分地。不到5分钟就结束了，要回来了，够厉害。晴朗科技啊，这太方便了。